是娃娃吧？小女孩因太漂亮被质疑是洋娃娃，妈妈晒出家人照片，遗传假布了。是娃娃吧？小女孩因太漂亮被质疑是洋娃娃，妈妈晒出家人照片，遗传假布了。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最近在泰国很火的芭比女孩，因为长得太好看，太像芭比娃娃而被网友质疑是假人。女孩妈妈晒出家人照片，力证颜值是遗传的，假不了。这位小女孩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形容她的可爱，说她是小天使也不过分，有没有萌哭你的心？简直是洋娃娃的真人版。因为她实在太美了，美到网友都不相信她是真人，妈妈特地晒出自己和女孩哥哥的照片，称颜值是遗传的，假不了。这么好看的精灵一般的女孩儿，真想捏捏她的小脸蛋啊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小女孩太漂亮了呢？